就要怎么做呢？您坐这边，就都很好。今天最主要在请教，我觉得他们应该想看到。哦，是吗？是吗？好，那但是我可能不会一直看着这个镜头。没问题，没问题。你看看我这边就好。两位，因为okay, 因为他们看我看你，看我们看你。是，原来是这个样子。是，okay, 还是第一下？是，我是甄怡。你好。对。是梦开的心扉。我想是拿一个东西。你好。你好。嗯。你好，这是我的名片，没送不过去。可以帮我？OK。就是为了要让动物园对我印象深刻一点，我想我小时候就是我从小就在彰化的方面，不晓得长富委员有。其实我年纪比你大。没问题啊，请说，请说来。对对对对，有听过彰化方院吗？方院哦。嗯。有听过，有听过哈、就是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人听到。对，那我小时候呢，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人在亏油。对啊。然后在亏油开完油，一些颗壳呢就会拿来就串成这一串。然后我小时候就会串这样一串，以前是十条线，然后串一条大概有十二或十三个。对。串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三块钱。是。然后他们再放回海边，再去养它，养它，然后有那个。那但大部分废弃的贝壳，就是、就我们知道它就是废弃物。那有一些会被乱倒，好一点的话呢，它可能会被集中在一个地方。对。然后我们何烈磐石公司现在就是有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可以消毒的商品。好、嗯。对，它只要这样的贝壳的废弃物，然后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出来会变成白色的粉末。那白色的粉末遇到水之后呢，就会有很好的杀菌的效果。那它的抑菌效果可以比酒精好三倍以上。就是说比较快速的意思。对，然后现在我们的商品呢，长效，主要是能够维持的时间。对对对，那速度酒精一下就挥发掉。对对，速度其实差不多啊。OK， 对，但是时间时效来讲，那可以调整。对，然后我们就在2014年跟我先生，我们两个还有我们的伙伴，总共四个人，在方院成立的我们的品牌 Earth Brand、嗯。然后这是我们2016年就那个包装设计出来的商品，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然后粉遇到水会有粉非常好的杀菌效果。那这个商品呢，其实我们已经有开始跟 Nicole 就是点点山那边配合。那7月30号，他会到我们方院那边去做环岛旅行。是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商品化了。那我跟我先生，就我先生他是技术，研发，他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原料已经提升到就是全成分都是食品添加物规格的等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为这个地球做的事情就更多。然后联合国有个数据，就是农产品从产地送到消费者的手上之前有 40% 就已经腐坏掉了。那我们现在已经经过2年多的跟食物包材的做结合，已经有一些蛮，就是应该说数据是非常漂亮。那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大量验证，大量就是从实验室这边的小量验证完了。那我们现在是再稍微再放大一点的量，再大量再做这些的，在确认当我逐步去放大的时候，这些的实验数据或者效果还能不能这样呈现？那目前我们进到这边，那整个看起来食物的保鲜，就是可以延长它的保鲜度来讲。是蛮有一个明显，就是蛮明显的一个效果。对，那我们从刚提到 SDG 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有加入那个社会创新组织里面，然后这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同样是香蕉，然后、对，上面是没有，下面是有的。对，那从刚刚尼克提到的，在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上面，我们把这些还没有消费者手上的这个食物，我们如果能够在有一定的比例再把它延长保鲜或者保存得更好的时候，事实上其实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就是减少饥饿这样的话，对，在 SDGs 对也是减少浪费。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刚刚提到颗壳这样或者是这样贝壳类的这个废弃物，但是却有一个转换的利用好之后，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次来，其实我们想跟
唐委员分享的就比较少，想多听年轻人。那跟食物包材这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跟我先生我们有个 idea， 就是帮我们台湾高产值的外销，我们查过大部分。或者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 startup， 那有没有一个经验，或者甚至唐委员的已知的伙伴里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理念或同样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来 co-work 这样子的。OK， 很棒的一个题目。所以这个活性氧它是用颗壳的那个钙嘛，对不对？对，是氧化钙，没有错。然后它少量就可以治很多的活性氧。没错，对，但这个制程应该是没有专利吧？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对啊，对，那我们刚刚是说，把这个东西会再结合目前另外一个材料，我们把会再把这两个去结合，所以不是这一个的产品要有专利，对。Okay. 所以这个你们是已经给了就是专利申请吗？还是就是状态在哪里？刚刚提这个的话，目前因为没有专利，那我们再购。那另外一个再说，要帮他穿这个隐形衣这个部分，我们。还就是概念，那基本上实验室也都做初步来讲，但是就是还没去提出去那个还没有意见了。对对对，了解了解。那你要是打算讲出来，因为我们会公开在网络上。哦，还没有，还没有，对，就可能比较不要讲是，哎，我们有在 role model 的，那个简导现在是在吗？有了，看起来有在 role。好 ，OK， 好。那所以我想如果是。这个 branding 本身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你们经营的蛮好的，我觉得就是至少它的那个价值的说明啊，活性氧怎么来的啊，跟这个就是零废弃的这个连结啊等等，我觉得都蛮好的，并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刚刚是说就是想要找类似像影响力投资人这样子吗？就是说说服他你们的理念。对，这是一个。那或者譬如说上下有关系的一个连结，对对对对，是，可以更具体一点，上下有关系。应该是分两，这是第一阶段已经是消费品了，对啊。然后在土地这边是简单来讲，就跟纸或者是塑胶不同等级塑胶做结合，这是第二步，那已经可以做大量的已经。
所以你穿的衣服不能散热？不不不，就是可能放在手机架上才烫。哦，还没有，而且我自己加散热板。好 ，OK， 没有，所以OK， 没错，但是确实我们来之前，我们的想法其实应该比较渴望，比较希望的模式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把它量产化之后，然后最好就是有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马上后端的愿意使用者，然后我们把这个共同一起把它代表性的做出来，这个是我们大概现在希望的。那当然这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们刚讲的我们这个大算是中量，应该只能算中量的验证。那接下来中量验证了也都没有问题之后，其实量产就不会。所以你觉得是大概多久之后验证完？我们觉得应该是年底有机会可以真的。我可以让，其实资金够，速度就会快。是，但是我们资金不够，所以速度就会慢。OK， 这也是一个问题。对，我们讲的资金规模是多少？几百、几千、几亿？我觉得其实几百就可以。OK， 了解。不用到几千几亿，是吧？对，对啊。那你们有试过就是哪些就是政府的就是投资的资源吗？就是包含目前有写过一个，也是从这边去看到有个就是报名上就是2020的地方品牌，那我已经有投件，然后也做简报，但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机会。可是这个案件好像是它是比较是针对有经验，类似说在地文创的一些老师呢，来帮我们做辅导，但技术性方面就比较对。然后再就是地方创生，对对对，我在想的比较是就是在社创平台，我们有一个碳消息，然后政府资源嘛，对。那刚刚如果讲的是投资，的话，那这跟你刚刚讲的比较类似，像是补助或者是融资是不太一样的。对，是，对。那投资的话，像国发会有一支国发基金嘛，是做就是对社会有公益的地方创生的投资，这是一支嘛。那对，那中企处有中小企业跟女性创业相关的投资嘛。那大概就是以国发基金跟中企处为主，如果你要找的是投资形态的话，那国发的一个特色是说，它会同时就是去媒合民间的天使投资人，因为如果传统上就是假设一股一权，那如果国发投超过一半，你们就变国营事业，没有人想要当国营事业，对对。那当然现在因为有特别股，就是无表决全股啊等等这种新的做法出现，所以国发基金是更有弹性嘛。对，所以就具体建议是说，稍微看一下我们社创平台里面政府资源里面的创投资金类，那一共在国发基金有三支，中企处也有三支，一共有六支，那这六支可能要自己稍微评估一下，了解，对。OK， 就是从国发基金或者是中小企业处的投资方案。那确实，如果你这边可以一方面带动你们自己这边就是技术的增长，那二方面它同时也有公共利益，就是有社会的发展，也跟环境的利益的话，那刚刚听起来这六种不同的，大概你们都是适合的，只是看每个投资的规模大小是不一样。是。那当然，规模越大，你就需要证明越多东西，是总是这样子。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很确定你们现金流什么，所以这个可能要你们自己了解了解。所以就是，应该是说从唐委员的建议，就是这六个基金，它其实我们的目标或者目的其实是有对齐啊，产业转型啊，或者是创业天使啊，地方创生啊，中小企业创与女性创业，是大概都有。OK， 但就是它的规模，那你要规模投资越大，相对的你要能够证明这个的价值就要越高，而且你要说服民间的另一个天使投资人嘛，是，或是国发体系，你如果真的要他投三亿，那你这边也要三亿进来，了解，对，那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是是，那可以请教唐凤，也就是说在。
块我的问题要请教，已经请教完了。所以国汉汤委员对于对这些可以给的一些意见还蛮，就是创业过很多次，是是是，嗯，OK， 然后送礼时间吗？送礼时间，我们就是，然后跟拍照，没有这个这个我没有特别选过好吃的，我是想要让汤委员对这个这个市价多少？这个啊，我们目前的话是650的。对，对不起，是630。630。那这个的话，以消费性来讲，它其实它的可以杀可以用途这么多。它像它跟水加在一起，然后放在喷瓶里面，其实它就是、就是消毒液。然后它对病毒类的，你这边目前病毒类我们也是因为要验证的关系啦，就是说因为病毒本身要取得病毒的样本去做的话也比较少，但是。从日本，其实这一块日本做的还蛮前面的。那日本的研究来看，其实它对于一些病毒类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是那种广泛性的，就是可能针对上次我记得它的文献上面是 H1N7 的样子。对，但是它的用法是实际用在户外的农场，对于那种已经，譬如说这一个养殖场有禽流感的这个感染，然后他们整个扑杀完之后。再用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处理之后，然后它有让它的活性有降低的这样的一个的效益出来，对。好，这是第一个用途。然后像我们的图是加水嘛，那就是可以喷在你想消毒的地方。那第二个其实它也可以浸泡，在洗衣的时候也可以加进去一些。然后呢，洗蔬果的时候它也可以有降解农药的。那我们现在不管是降解农药，或者是我们跟酒精做的一个比较。然后跟我们上面写的这些，其实我们都有第三方的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但是跟酒精做比较，是我们自己内部实验室有买一台机器在测试出来的结果。很有意思。好，非常感谢。不会。但是呢，等一下。不只有这一罐。不是，是这一罐。但是呢，因为可以帮我。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商品就是洗衣小蓝莓，它就是树上的果实就可以洗衣服，是然后就是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对，其他就是无患子。对，但是我们找到这个品种，它的果肉比较厚，所以它可以直接就是，这里有个小棉布袋，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大自然的智慧是比我们人类的智慧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想要以发现取代发明，所以我们都尽量想要从大自然里面去找，然后这样丢。大概普通的时候10到5颗，那你就进去，然后打2个结，因为怕它那个小屑屑跑出来，然后跟衣服一起去洗，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有消毒功能， okay. 然后洗完，对，衣服就也比较不会臭味，整个洗完再拿出来晾干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洗完一半先终止拿出来，然后再脱水，对，它就可以整个，然后这样一小袋可以洗10次，很好，是的，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又环保，好，那我把它放回去。然后这里有我们伙伴们，我们4个人伙伴的签名送给他们的卡片。当然了，我们很自恋的发了我们4个人的照片。那可以请他们，我让他们看一下，他们有收到的。谢谢，有收到。来这样，要这样来，对，好，好 ，OK， 好，谢谢，谢谢伙伴们，谢谢，好。这个加起来市价没有超过3000块，那我就收下来了。不然要送哦哦，对，没有。好，谢谢。对，那感谢。那就把它放回去。好，洗漱过，很好用。我不知道又真的把它放进去我们把它没问题，你放着就好了。我们把它叫做山与海的组合，山与海的组合，因为这个是种在山上，对，然后这个是在海边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山与海。真的很不错，谢谢，谢谢，谢谢唐委员，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唐委员。那我把。